到处走，注意脚下，咱们不对，躲躲躲躲躲，非常不安全，非常不安全。嗯，米粒，你先拿，先拿，先拿，先拿。无法无天。看呀，行，那个玩意掉线了吗？可以起来。boss 带过去，他哥在干啥？把 boss cleave 小怪。伤害比上周差了点，不是我们治疗太多了。走走走，远程近战也走，近战出来，近战出来。boss 带过去，打 boss， 第二个也是打 boss， 给好减速，我来挂减速。boss 带着走 ，boss 带着走。准备 beam， 准备 beam， 远离中场，远离中场，远离中场，贴黑水边站，其实近战的，其实近战的，打 boss， 打 boss， 打 boss， 小怪清理了，还要再打一个小怪，这时候 boss 停，把这个很小的怪处理干净，然后远处还有一个大炸弹要处理，我打方块，嗯。打方块，打方块。准备特殊技能。先打一把看看。大球。大球。安全。星星、老陈、方块、大饼、阿里萨诺斯、紫林、三光、三角、糯米、月亮、白人、方块、小红、prepare 替补，然后那个一战替补。月亮。三角来一个，三角来一个。月亮需要一个人。Labro 去 ，Labro 去月亮，一战去三角 ，Labro 去月亮，一战去三角。抓不到老陈，能刷自己一口吗？马上来。三打掉准备。三角也不需要人了。刚才有一个谁过来跟我一起跑了。嗯。很好，很好，赶紧的，把这个大怪处理掉。不错不错不错，三光过去帮忙了，好像是。骑士爹们，非常好。多打点伤害出来，注意脚下，躲躲躲，非常不安全，躲，很好很好，也是没有人动，对，好像是这样，现在准备转坦克的这个东西，嘲讽 boss， 注意减伤。炸完吧，坦克把 boss 拉过去，还是以 boss 为主。炸完，炸完，炸完。以 boss 为主，以 boss 为主。炸弹贴墙边，炸弹结束之后有 beam。贴近，贴黑线边站，贴黑线边站，保护贴黑线边站啊！太慢了。boss 拉过去 ，boss 为主目标，四人七啊，以 boss 为主目标。然后小心黑线，炸弹可以放在黑线上，如果你没有 debuff。OK， 不错。把这个 shade 处理掉 ，shade of destiny， 把这个 shade 处理掉。
报什么压进去吗？0.5，应该可以吧 ？OK， 进了进了。准备看黑球，看黑球。大团看黑球，看黑球。星星 Coken， 大饼 Snowdon， 紫菱 Derner， 三角 Snoopy， 月亮地贼，方块 Sugar， 替补的是马宝国加迈尔。把你的需要替补的喊。三角上来一个人。哎呀，我去！我来！三角，我就在面前。你好，可以。星星来一个。星星，我去！你星星在对面是吗？看到了，上。行，不用了，三角不用了。保持上来。这就完了呀。上来。好像不太够。够。小心大团来灰圈了。好像还可以啊，我操！他跑得很快，你跑快一点，多少秒？哥哥，你跑快点，别断，能进，牛批，我操！骑士爹，操！哇，极限了，太遗失了。四卷吗？二一，注意下。贴黑水边，贴黑线边，炸弹往后走，大团往中间来。前两个靠外，后两个靠内啊！一会儿，点 rain 准备。前两个靠外，就是星星跟大饼，星星 Dunner 跟老陈去外，然后 Valen 跟姐夫去内，去。其他人不要站在跑道上，自己看好，尽量不要站在跑道上，把那个单子。不要，你去打过。你来。不是内吗？我们不是内吗？对，没错。对，你去打 boss 试试。处理 destiny， 带着打 destiny。先转 destiny， 要出下一步 add 了。先转 destiny。走，躲开脚下。准备下一把 rain， 八秒准备。这个 destiny 还是要处理的，把这个大怪处理了。Snoopy 和三光去外，地贼跟迈尔去内。Snoopy 三光去外，地贼迈尔内。转 destiny， boss 带过去，给 destiny 控制住。这个 destiny， 这个大怪要打的。准备特殊技能。对。还是打 boss 一样的，但是这个需要带着 A 的啊。OK， 大团不要站在跑道上，再说一遍。大团不要站在跑道，尽量不要追。3、2、1，下一个位置7秒，把这个小怪出去。光圈。走，大团走。给个光环。然后起个歌。我电脑卡死了，你们自己看着来。星星、大饼去外，紫菱、姐夫跟阿里。那个萨诺斯去内 ，Snow 去外，F 贼 A 开头的也去哪一个？我觉得我那个 Snow 上去外圈。记着。你死机，现在打 boss， 下个那个大怪不管了。下一个上面，操，牛逼，打过。谢谢。哦，装备没换。一把过，我操！